建国南路跟那个光复北路啊，还是那个最后面，因为建国南路后面就没出口，没上去啊，没有下去跟上来的出口。对，那建国南路市区里面才有这样子，外面大超久的，外面呐、啊，外面市区里面比较没有这样子设计的。那我上去之后，我才想到忘了拿东西，我忘了拿包包，我骑上去。下来从平面道路回去多了快两三倍的时间。第一个出口就下来啊，我会回转右转了，想说走平面道路回来嘛，还是还是回到店里又多了30分钟，上去只要10分钟不到。跟台湾一样的进攻。